你讲他们不厉害啊？他们随便一个啊，跟我们打啊，我们都吃鸡蛋啊，对啊。诶，大家先祈祷保佑我们的李子家抽到好签，抽到上上签，因为这个比 Nigeria Anulo Vapo Juvon Opayori，所以这个 video 我就算有放字幕啊，你们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 Hello，大家欢迎来到我频道，所以我是 Angelina。So, 喜欢的可以点赞、支持加分享，不喜欢的可以出去。Okay, so 明天8月10号下午3点就是世锦赛抽签直播，然后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羽毛球世界羽联的官网去看呐、啊，看抽签很刺激的。所以 before 抽签，大家先祈祷保佑我们的李子嘉抽到好签，抽到上上签。因为这个比赛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人家就问他为什么不要去参加公运会4年一次，然后世锦赛1年一次，然后他就讲他已经把整个专注力放在这次的日本东京世界锦标赛啊，所以对他来说也很重要，对我们马来西亚人也很重要。我是希望他打好自己原有水平就够了，就这些压力那些治愈压力，我真的有点怕搞到他了，所以说，希望李子嘉抽到超级好签，然后好好的去利用，然后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样就可以了。OK，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先讲啊，这个 video 有点闷啊，因为一开始的他的球员啊，因为有64个人啊，我先从讲那些亚洲才就讲啊，就是讲那种出名的先，因为这个世锦赛它是让每个国家都可以派自己选手来参加，所以这个是就像世界杯一样啊，就是说给每个国家一个参与感，然后提升羽毛球在全世界知名度，所以这是好事来。所以前面呢，你们如果你们不想听的话，你们可以滑过去后面，因为前面呢是讲真的，我也不认识啦，所以我们就可是为了尊重每个人、每个球员，因为他们值得付出跟努力，我们都可以去学啊。你讲他们不厉害啊？他们随便一个啊，跟我们打啊，我们都吃鸡蛋啊，对啊，所以他们值得鼓励的。OK， 走。第一个葡萄牙的，门纳多·奥迪诺，那你过来认识谁？我葡萄牙我只认识 C 罗罢了，那踢球的。然后美国 Howard Shu， 哎，美国 Howard Shu 我听过，何雪是吗？那个也是蛮不错的。OK，Belgium。Julian Karagi，Belgium 我也是知道踢球的，还是 Belgium 的 chocolate 好吃。波兰 ，Michael Rogowski， 对不起，我认识的是 Lewandowski， 那个踢球很厉害的，波兰的。斯里兰卡，尼卢卡 Karunathan， 斯里兰卡的 WiFi 对吗？不懂。墨西哥饼干 ，Luis Montoya。是不是不懂啊？我想喝个水。保加利亚 ，Daniel Nikolov， 我们也不懂啊。纽西兰出产牛奶 ，Albina Manota， 你是不懂啊？你们都，哎呀，这些前面的球员你不认识啦。埃及的 Adam Hadem Algama， 埃及的我知道一个出名的 Mohamed Salah 踢球的。然后 Mario Stos 毛里琼斯 Josh Bow 好像很厉害这样哦，我也不知道 Jazz Republic Jan Lauda OK 乌克兰 Daniel Bosnio 乌克兰是政治东西啊，我们不能动啊。新加坡的拖地哥 Jason Day 很帅的啊，那个很顶温啊，其实澳大利亚 Luca Rubber Germany KaiserJermany 我认识一个踢球的，也是 Kai Havertz， 也是很帅的。Chelsea 的，你们去看一下。Mexico 又在 Mexico 啊 ，Leno Monos，OK、okay。阿塞拜疆 ，Adreski Duchayo， 有点像印尼人的名字这样的，移民是吗？算了，OK。越南布朗男神袁天明 ，Spain Luis Enrique Pernavo。Spain 就是斗牛咯，也是踢球厉害的。Germany 又多一个 Max Wicker 镇。我这些发音不准啊，不要学啊。我是跟着自己
所有知识所回的词汇来发音罢了。芬兰 Helle Kujonen， 诶 Sweden IKEA 的人来了 IKEA Rated Felix Brusteten， 哎不知道啊。 Spain 西班牙这个 Pablo Abian 李子嘉在去年世锦赛跟他打到三盘，而且是第三盘是他好像是20-19，李子嘉19，然后李子嘉刚刚去不了，李子嘉真的有够感，然后最后反超22-20，所以你不要看他这样咯，这个西班牙是很顶的咯。啊，英国的 Tommy Bendy， 你们有看公益会的应该知道他是谁啊，也是很厉害的啊，好像是拿第三名的嘛，公益会输了跟 U 啊。Brazil Yogo Kilho 啊，鬼佬李子嘉的死对头，他在每次世锦赛都对李子嘉的，你注意看啊，他好像是对两第二次了，如果今年再对到是第三次了啊，这个上次他还是给李子嘉做到一次啦，因为那时候李子嘉很压力嘛，然后第三盘他就追哦，那李子嘉没打力，他都喊一次喊一次喊一次，然后最后好像这个拐友不能顶了吗，他赢一球啊，然后还喊一次吧，结果他从此没再喊了，因为李子嘉直接把那分数拉到完玉，直接拉到21分。OK， so 啊，加拿大的 Jason Hoche 啊，这个也是李子嘉遇到的上一届啊，也是不错的，打到三盘不难是。以色列 Misa Jiberman， 以色列就政治问题啊。OK， 啊，马来西亚的黄志勇啊，大家的黄志勇期待没有？他也是被邀请啊，本来没有机会的。泰国的 Kosip Petarapa， 泰国也是很多个。爱尔兰的啊，爱尔兰的什么原什么什么，那个也是厉害的。他的教练是马来西亚的，没有错的话。啊，瓜地马拉，我们的 Kevin Gordon， 奥运会男神，不老男神，很强啊。他有来比赛，我是只能看法国的 Rhys Levadas 啊，这个讲以中为的一些。中国的赵俊鹏，我感觉很像军人呢。赵俊鹏也是很不错，蛮帅的，他的球艺也是厉害。啊，刘国伦，李子嘉的员工，哎，不是，李子嘉的副教练。